大家好，欢迎收看《行走 TIT》，一起走进原住民部落。我是 Gregan。位于高雄市桃园区琴河部落南横路段的明巴克路桥，2021年8月7日不敌豪雨带来的土石流遭受冲毁，造成当地负心里以上的部落连外道路中断，形成孤岛。接下来的报道将带大家关心此路段的后续修建进度与当地现况。88之后，这个桥梁是作为一个中期变道，那中期变道的时间是10年，结果我们这一次碰到这样的台风还不到10年，大概4-5年就遭冲毁了，那对我们原乡的所有的经济、交通完全都失衡跟中断了。南横公路的明巴克路桥冲毁事件，总统蔡英文以及行政院长苏贞昌相继来到现场关心抢修情形，找出一个方案，让我们在这个地区在灾害在发生的时候，我们的韧性可以更强。那这是我们工程上面的一大挑战。这里是台20线南横公路的90公里处，也是布唐布纳斯溪、老农溪、玉穗溪三川的交汇处。公路局第三区养护工程处甲仙公路段邀请河川局、水保局、桃园区公所以及专家学者实地会勘明巴克路桥的复建工程以及疏浚规划。第一阶段要讨论的是就是整个河川的治理，第二个阶段就是要来讨论，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变道已经逐步在加高了，但是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跨越玉穗溪的这个溪口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样来加固，让我们这边的通行的时间可以更长。那第三个议题就是可能跟我们要跟区长跟议员这边，因为现在的变道已经有逐步的加高了，那我可能我会在开放的时段我要来做一些再做一些放宽的调整，那也请议员跟区长这边来给我们一些那个协助。这边南横公路1968年7月动工，采用传统人力方式修筑开辟，历时4年4个月竣工，起点在台南左镇，终点在台东海端，进入时需要办理入山证。1993年废止山地管制，1994年加封沥青混凝土路面全面开通。2009年受莫拉克台风影响，多处摊方造成道路中断。2021年8月7号受轻度台风卢碧的侵袭，明巴克路桥遭洪水冲毁，造成复兴、拉弗兰、梅山等3个部落居民受困。我猜我出生到现在后，除了那个那布拉斯布纳是每年有了，但是其他的虽然有大水下来，但是也没有说有那么像今年那么大的土石流。明巴克路桥这个地方在莫拉克风灾以前，这张照片就是莫拉克风灾以前，它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琴河滨隧道，琴河滨隧道，然后在遇到莫拉克风灾以后，它整个滨隧道河床上升大概已经被覆盖了40米高。后来又遇到我们101年六一水灾，当初因为一直在走河床变道是很痛苦的，所以后来我们就用一个消山变道，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消山变道大概是我们的桥梁的上面有一条道路，就是这一条道路在我们挨着边坡这样走的一个消山变道。不过这个消山变道它被我们这个布坦布纳斯溪的整个河道冲击过来之后，它的坡脚有一些受损。那现在如果我们走到桥梁上去看，还可以看到消山变道的一些遗迹啊。不过消山变道的起点其实现在已经被玉穗溪它整个抬高，它消山变道的起点已经跟我的玉穗溪是一样高了。相同的地方一再受创，重建时的思考难道没有考量永续性以及未来营管维护吗？这次断桥似乎是桥梁底高不足，在河床不稳定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不采用部落墩
或减少落墩的设计。101.61英水灾又10米变成40米，这个玉碎溪又抬高了25米，它已经抬高了快65米高的一个高层，整个又拉上来了。所以要追这个大自然的变化，其实是一个很艰困的一个工作。布唐布纳斯溪冲下来的土石流堵住老农溪，形成堰塞湖。玉碎溪带下来的土石冲垮明巴克路桥，土石堆积的扇形面积宽度扩大到500左右。土石堆积导致河床增高，已经危及到秦河部落的安全。我们部落现在是担心的，就是那个老农溪的河床现在在慢慢上升，那个沙石在上升啊，就怕那个我们黎明的那个安全，所以在希望是有政府有在做清疏跟疏浚啊，疏浚的动作有点太慢了，会来不及，所以还是有危险的。可是我们有第二个方案，是在秦河平台有第二个部落，在目前为止有很多居民都在那边，有住在那边，就是有搭自己的那个一些避难屋啊，就是有汛期的时候撤离的时候都会到秦河平台。从101点开始，我们每年跟区长这边就是灾害来了，道路封闭，然后抢购厂商进驻抢修，然后又走溪底变道，就一直在轮回这件事情。水利署第七河川局采用清疏的作业方式进行河道整治疏通工作，把土石挖到河边。可能他们认为说那个水吼每年会把沙石冲下去，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沙石吼每年越来越高。汛期间每逢好大雨或台风侵袭，都会造成山坡土石冲刷河道，造成河床局部淤积。经过专家学者评估以后，建议采用路廊的方式处理中期道路。那到了我们最艰困的点，就是我们这个明巴克鲁桥这个路段，就是玉碎溪跟老龙溪布兰布纳斯溪交汇的这一个明巴克鲁桥这个点，其实是这里面整个工程里面最困难的，还是明巴克鲁桥这个路段啊。他们就想到说水会把沙石会带到旅港那边啊，都没有想到都带不走，一直堆积在山上，所以当时他们在设计这个桥的时候不应该降低。陈段长表示，当初是用15年土石的淤积以及水流量来决定桥梁的高度，而且预估可以使用15年。但是天有不测风雨，玉碎溪上游的水量太大，冲毁了才完成4年的明巴克路桥。好，那未来我们会做一个钢便桥，在这个下面我们不会用货柜，我们可能是在前面的桥台的地方用货柜。这个钢便桥啦，区长我也是讲，这个钢便桥它只是应该说是我们汛期以前的一个替代的一个提升的一个方案而已。我们扩散是第一个就是流拢的部分，我们已经市府这边已经把这个稳跟核定了，那我们大概下个月要开临时会，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经费挪到我们公库，那我们这个流拢我们先做，流拢做好，我们另外就是要争取这个吊桥350米啊，这我们已经请那个我们的吴立伟啊，可能会请他在立法院召开我们的一个公听会。那我们希望说，我们扩散的这个就是要让我们三个里的一个那个运输啊可以通行的话，一个是流拢跟吊桥，所以我们会很努力把上面争取设置这个部分。钢便桥的预估经费在2000万以内，但是对于明巴克路桥的名字，部落人有些意见。这个地方原本就是说我们老人说叫瓦瓦哈，瓦瓦哈，瓦瓦哈就是那个水路，鹿角，玉碎溪那边的桥原本就是清河桥，清河桥，再过去有一个叫明德桥，
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的一种名称。啊，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做一个，就又改这个新的桥，又什么要叫什么闽巴克路，所以我这个我也是搞不清楚啊。闽巴克路，闽巴克路是布农族语新的意思，部落人认为应该要采用传统地名来命名。他们要起这个名字，为什么没有找这个当地的人说明说这个要起什么？要起什么桥？你看，像我们下面那边，我们起那个沙拉乌桥。沙拉乌桥那边。那是有问部落的。对。面对极端型气候以及险峻地形，还有随时在更动的河川，该如何顺天应人呢？希望这个道路呢，一定要做一个稳定跟永久性的话，那公路局这边是不是可以在设计方面可以采纳啊区长所讲的？那第一个就是高架桥，那第二个就是隧道。后续的道路修建与河道整治还在由相关单位规划中，目前先以钢材与货柜应变的短期钢便桥设计来解决民生需求，希望能如期通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秦和里是桃园区地理位置的中心，介于复兴里与桃园里之间。过去部落位置是在上方的台地，但是南横开通以后，为了交通的便利，部落被迁移到了公路旁的部落县址。接下来将带大家来认识秦和部落。日记的时候，就是在这边又开一个学校，日记日本学校。以前的冲干室呢，就是在上面，都是在上面，就是这样，派出所了、办公室了、卫生室，啊，这边是水校，啊，这边是运动场，啊，我们的部落是在这个地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差不多12户。台湾光复初期，旧秦和部落只有十几户人家。南横公路开通之后，经由国民政府辅导，全里迁移到公路边，也就是现在的位置。一到说公路要开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开始在这边这个讨论，开会是我们是不是要搬下去？那时候是全部落都是在同意说，好，那我们就搬下去，为了这个公路又方便。我们秦和部落现在目前是户籍地有280人了，实际地住是目前才110左右，因为有些年轻人都外流了。这个地方本来是拉鲁瓦、萨阿鲁瓦族人的旧地，布农族语将本地命名为乌莱鲁安，意思是莱鲁安社人住的地方。根据记载，莱鲁安社前后受到布农族与平埔族群的入侵，又受到瘟疫感染，到民国7年只剩8户，约30多人。当时已经是日本人统治的时代，剩留的拉阿鲁阿族人先与布农族姻亲家族入垦，此后陆续有布农族人入垦，逐渐变成纯布农族的部落。这次的八八水灾后，因为发生很大的灾难，我们秦和都分散，有的到大爱，有的在那个热热段，有的留在这边。因为那时候是政府说你要迁哦，那个不要，就是让它生草就对了，长那个孙林，3-4年后才可以开。还好那个我们留在这边的跟那个热热段的，因为都为了保守我们土地。留在这里的持续耕作自己的土地，以梅子、李子、金黄芒果为主要农产。我们秦和的农产物还算不错，我们
可以这个收成的比其他的梨哦还要好，可能是我想说这个是上帝特别的祝福。我们这边如果说一下到下很大雨或者是台风的话，我们都是撤离。在群河平台有第二个部落，在目前为止有很多居民都在那边，有住在那边，就是有搭自己的那个一些避难屋啊，就是有汛期的时候撤离的时候都会到群河平台。这里是汛期避难屋，莫拉克灾后由红十字会台中支会远建，可容纳160人，以布农族语将之命名为马胡多罕，意思是坚固之地。那整个部落迁到那里会有困难吗？是有困难，因为那都是私人地啊。之前说要在那边盖那个就是永久屋啊，可是也需要人家有建那个地啊，可是都是唐布隆啊，就只好只能盖自己的，就像农舍这样子。莫拉克风灾冲毁将近一半的可耕作地，过去这里有少年溪森林游乐区、玉碎溪温泉等等，是一个观光的热点，现在都埋在河床里。还好桃园国中依旧充满着生机。我们学校位在秦河里的边缘，那学校目前有6个班，学生人数是53人。那我们学校主要致力于在校本课程上面，我们倾向就是把我们原住民的文化课程给它放到我们的校本课程里头，占了3节。所以学校在原民文化的保存跟传承上面是琢磨蛮多的。那另外我们学校6个班有一半的班级是体育班。学校以举重、射箭、合唱团与舞蹈作为发展特色，聘请专业教练来训练，在许多比赛中都取得佳绩。那我们3个单项都有教练来给孩子们做指导。那在这几年，我们的举重跟柔道也都有不错的成绩。他们的技术要从基层开始都已经要先学好了，不管他的角度啊，他都要透过一直不断的练习这样子。像他们才比较有正确的技术，他们就不会受伤。训练上面就是一大部分，国中生在练举重的时候，其实受伤的几率是不高的。射箭我们虽然还在刚开始发展的阶段，不过我们在去年进来了教育部特聘的一个教练之后，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射箭方面也会有不错的成绩。基本动作就是像我们选手他从站上去，然后举弓，然后拉到定位之后稳定，然后整个动作放箭的练习。那他必须借由就是像我们近距离的练习来增加他动作的稳定性，那之后就是慢慢的距离再把它加长，然后他的动作才会稳定，才不会因为就是距离的改变或者是外在的因素改变，然后去影响到他的动作的变化这样子。主要为学校拿荣耀的社团有我们的合唱团，孩子们很厉害，就是为我们比赛前就开始选将。那选将之后呢，透过很短暂的一个训练，除了是孩子们有天分之外，我们老师也很认真，在短时间里面做一个积极的教导，所以我们常常在合唱比赛都拿到不错的成绩。那另外我们也有舞蹈团，那我们这个舞蹈团呢是由北部金陵幻舞团的老师到我们这边来做指导。那我们主要在寒假会有一个礼拜的舞蹈营，那在课间呢也有我们申请艺术生根的计划，那老师们就是在课间一个学期可能7趟到8趟，一次来1天，给我们孩子做舞蹈的肢体开发啊。那我发现我们的学生不管是在音乐方面啊，或者舞蹈方面啊，或者艺术还有体育方面都有不错的成绩。桃园国中被教育部列为极度偏远学校，学生都穿着上课，
看似资源欠缺，但是校长表示，反而因为地处偏远，援助团体多，教学资源齐全。暑假推展艺术生根的学习，特别邀请专业舞蹈及音乐师资来任教，另外也针对因道路中断无法返家的学生提供住宿，并安排陪读与客服的师资。在今年的八月七号水灾之后，民霸科路桥断了。那在那个时候，我们上面三个里的学生，我们就马上做了一个统计，知道有16位个孩子。所以在八月中的时候，我就召集我们的学校行政同仁，先盘点我们学校可以让学生住宿的一个位置，然后一些相关的设备的妥善度。所以我们在八月中就着手进行我们组合屋的一个整理。到八月底之前，我们也把这些相关的设施都准备好了，所以孩子们开学，他们其实是前一天8月31号就到学校来。那也就这16个孩子就在我们的照顾下住在我们的组合屋。桃园国中于民国86年奉准成立宝来国中桃园分部，在88学年独立，并与桃园国小合并。在94年独立，成为桃园国民中学。我们这几年毕业的学生，除了体育班有部分的孩子是继续朝他的专长项目去发展，那另外有一部分的孩子朝餐饮，那当然有一部分的就是普通的高中职职业类科，那也有少部分的是就读屏北的原名专班。然后所以我们孩子在从桃园国中毕业之后，大概就是往这几个方向。秦河部落居民大部分是布农族人，因为道路中断又受疫情影响，现在看起来清淡朴实。一家36室的餐厅附设包厢卡拉 OK 也受到影响，来客稀少，门庭冷清。显眼的基督长老教会教堂安静矗立在部落，给人安定的力量。面对不可测的天候，南横公路的重建需要公路局、河川局、水保局、林务局等相关单位以及沿线部落共同面对，而秦河部落长治久安的据点也更需要审慎评估。感谢您的收看，行走 TIT， 我们下一个部落见。